幸福。对啊，你各种姿势都可以。对啊。没有，我的意思说，因为他很会劈腿嘛，然后我想说，就是男生会不会就是这样躺着？就是这样，我就这样躺着，这样躺着，然后你劈腿这样，有点叫开怀耶，你看他。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慧玲很色，慧玲聊这种东西的时候，他会有点开心。我现在很明显很开心。在外面就是有交新的朋友哦，那可能就是有别的可以知心的朋友，知心，就我觉得是知心的朋友，他就是我们都玩在一起，对，那后来他找到了一个机会，拍了我比较私密的超越写真尺度的偷拍，哇塞，他偷拍哦，超越，对，他偷拍，过分。那我后面已经有两位双腿啊，这两位是谁呢？我现在就要直接来欢迎我们的中职最软慧妮。不好意思，可以再表演一次你的刚刚那个。可以啊，没问题。哇，你可以哭啊！哇塞，哎，另外一只脚可以吗？天哪，你可以这么软哦！我可以问一下，可以同时两只脚？不行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呢是改过超多名字，我永远记不住他的名字到底有谁，就什么宝儿啊、君爱啊、娟玲啊、娟玲、小羚羊、小，不要记住啦。现在叫什么？林安。林安到底要改那么多名字是干嘛呢？是运不好吗？来，我们欢迎林安。所以你这次真的不会改名了吼？不会改了，拉很疯，哎，大家都觉得我疯。我觉得你是疯子啊！知道大家真的都觉得我疯，就跟我不熟了，他们应该不会想跟我做朋友。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在想到这女人到底是要改几次？你对啊，你是有欠钱的是不是？今天很呛是吧？我要说一下，我们认识很久，对。然后他之前认识我的时候，就是不是叫宝，他以前叫兄弟，是吗？对吧？我叫宝，对，你以前叫，连我自己都忘了叫宝。对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到现在屁啦，真的，第一句话好像杨丞琳，哦，真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永远记得这第一句话。我跟你讲，我们这里有 DJ 收的啊，哎对，哎，人家是中职18号哎。那我们直接先讲一下那个不会你的维基百科，你是完全没有的，你知道吗？维基百科吗？对啊，屁啦，怎么可能？之前有，我不知道谁给我下架，真的，你真的没有。好，我要来讲了，慧妮大家都知道嘛，因为她是中职最软，1995年10月10号，她是国庆宝宝。重点是她是天秤座，然后可是超安静，我超不天秤的，她只会在旁边，本名 Winnie 嘛 ，Winnie 嘛，然后国手嘛，是那个体操国手，应该有问过嘛，就是为什么会从体操国手，然后转到变乐天。对啊，你给你主持。你是为给大家，今天就轻松。那你第三场，那我录2集也是累了啦，换人啦。对，为什么从国手变成啦啦队？因为我自己会很好瘦。因为我觉得体操寿命很短，大学或大学毕业就差不多。哦，真的吗？再来，我觉得没什么出路。我不当国手或教练就没出路，是这样吗？对啊，我觉得。真的吗？我再来最重要就是因为我腰受伤。为什么？是以前太激烈吗？对，以前练习的时候跟男朋友太激烈。一起在工作一起啊，跟他在一起会很幸福。对，你各种姿势都可以。对啊，没有，我的意思说，因为他很会劈腿嘛，然后我想说，就是男生会不会就是这样躺着，就是这样躺着，这样躺着，这样躺着，然后你劈腿这样子，对吗？哎，我跟你讲，他有点叫开怀耶，你看他，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慧玲很色。慧妮聊这种东西的时候，她会有点开心。我现在很明显很开心。好，继续讲。6岁就接触体操哦。幼稚园中班。那像你有童年吗？没有童年。啊？我每年寒暑假都没有放过假。我第一次放暑假是在高三毕业的时候。这是一个很伤心的故事。对。就我寒暑假都会去异地到中国训练。哇，你好认真哦。对。就后来没有继续走国手，很可惜。很可惜啊。但是你走啦啦队也好了，因为啦啦队。也可以让你有就是曝光度，对，而且出入的，而且他本身就喜欢看棒球，对，他还没有加入的时候都会来球场看球，因为我们家也在看。可是他中间有一段很奇怪的事，就是他有来甄选嘛，他进了之后，然后中间又离开了，现在又回来。你那时候离开去干嘛？生小孩。生什么小孩？不要瞎掰好吗？那为什么你中间会离开呢？好奇一下。啊，因为那时候大学课也太重。哦。真的很重。那你大学课业重吗？我没有读大学。好，因为其实大家都喜欢你金发，对，因为他黑发的时候其实没很特色。我刚进来的时候是长发，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很没有特色。大家觉得这么多人，你想要读书很难，对，那我就决定我要剪短，然后大家都超爱他短发，然后后来他又染金之后，哇，大家更爱。如果今天是你择偶条件，什么样的男生会比较吸引？哎，我喜欢幽默的，培根吗？培根，他很幽默，就是帅一点的吧。对不起。
真的长得丑吗？身高嘞，身高不要太矮就好。但我喜欢高的啦，有时候说喜欢高的，可是看到一个矮的，突然有感觉。真的假的？我很靠感觉。非常有机会，要安排相亲。对啊，哎、欸，我觉得可以，对，是很有趣，可以耶。那你安排一起。维哥也出来了，我们看林安的维基百科。好，好，没有。哎、欸，我也想问你，真的没有吗？真的没有、啊。没有，你打轩林，轩林应该会有。没有，我被删掉了。对啊，你被删掉了。没关系，但是我们现在来访问一下，反正你正式的名字现在到底叫什么？林安啊。那为什么要改这么多名字？你要从哪个开始问起？宝儿，宝儿那个时候是因为人生谈过一场很失败的恋爱，这我之前在节目上说过，所以我就没讲。多失败？失败到就把我整个毁掉，我就很迷惘嘛，所以我才改了那个名，我才改名字。改名那时候叫轩林。对。那现在叫什么？现在超智障，没办法，我怎么这么多名？怎样啊？又怎样啊？我那时候有个好朋友说什么说啊，有个老师很有名，我要去改，然后结果在那边是我莫名其妙被说服了。就说什么薰安很适合你啊，在演艺圈，然后更衰。对，我一改，然后出什么事？出什么事？我就离开乐天了。你有印象吗？你离开乐天不是自己选择的哦。不是，但是一改的第两到三个月我就出事。到底是为什么？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在乐天的时候，我也一直都很低调。没有，是你很安静吧？对，我很安静，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自己的状况和我的自信心不是很足够。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把自己关起来后，在那阵子我自己在外面就是有交新的朋友哦，那可能就是有别的可以知心的朋友，知心，对，我觉得是知心的朋友。他就是我们都玩在一起，对。那后来他找到了一个机会，拍了我比较私密的超越写真尺度的偷拍。哇塞，他偷拍哦！超越，对他偷拍，过分。对，然后就后来他事后就是有拿这个恐吓威胁，他想要什么？对，他想要钱，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当下就是也觉得说，是不是要先跟公司的人讲，跟球团的人报备一下？报备，因为他威胁我的话，他会影响到球团嘛。反正我后来就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乐天的负责人后，然后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消息，他说这一周就要公布我要离开球团，然后叫我想一个理由告诉大家。但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说我会被这样子的离开球团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对，我做了这件事情自己的选择这件事有关，但是你可能真的跳不好，对，或是我在跳不好。这个负责人后来也已经离开球队。欸，那你那时候应该跟我们讲啊，因为你都没什么工作的。我那时候很害怕跟人讲，对，发工作给你啊，因为我很怕被工读生保护的。欸，你人生有点荒谬。我经历大风大浪，而且你是说你有就是有段时间很忧郁，你要怎么克服这个忧郁？就是心灵的课程啊，然后去了解自己啊，然后学会不要抱怨，因为人在遇到坏事的时候很容易陷入抱怨的情绪，但是有时候会想一想，就是自己的选择啊。不然问一下慧妮好了，慧妮是为什么会喜欢车啊？因为你对车很有兴趣。哦，对，我跟他在，不知道开车超帅的，你会爱上他。那如果是赛车的啦啦队，太有趣啊！跟忠实的啦啦队，你两个人选吗？你选哪个？忠实啦啦队。为什么？那 F1 啦啦队跟忠实啦啦队。F1 是什么？是那个键盘上 F1 的 F1。 不是啊！不要吵！哦，你哪个星球来的？啊，很难的，因为我在乐天也很久。对，你懂吧？我们都是有感情的人。我们是很有感情的。可是 F1 你每天就会看到那些很帅的赛车，然后可以学习到一些。对，然后赛车手也很帅。好，那去 F1。好，那我们再玩游戏，要玩什么游戏？哦，这次的游戏叫做拍照全集。这个没有，哎，可是这视角很好，哎，这视角很好看，对，他很会闪，我超会拍，
近视角哎、欸。他用头发闪躲很强哎、欸。我刚才这样子。好贱哦、喔！哎、欸，等一下，这干嘛？让我看一下。晃到。我觉得一分可以。哎、欸，来我看一下。欸、没有，这半年而已。我觉得因为平安的角度都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过，所以两分。哎、欸，哦，这个角度，你看，你看，厉害。好、哦欸，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要算得分了。没了，哇，三分，为你赢了，为你赢了，三分的奖。这一局的规则，因为它是决胜局，我们要身为第一届拍照拳击的冠军，所以我们的最后一局的规则要改一下。来，请说。首先第一个事情呢，我们的时间变一分钟，但是每一个人只能拍九张照片。如果你每多拍一张，那就要扣一分。第二件事情，不能拿相机挡脸。计时开始。哎、欸，不可以一直背面啊！我不会的，我会。还剩三十秒。恭喜我们第一届拍照拳击冠军，欢迎！